下面这么多炸洋葱的。等一下，你的是炸洋葱啊，我的是 ham 哎。面包那边呢？哦。你们又在那边靠北话，我们东西来到那边冷了啊，不出窑啊，这个妈的，做好给你，又在那边靠北，干念不做。我听到 recording 你的歌了，耶！我们的新单元，这个为了 MCO 而专门设定的线上开箱试吃，很奇怪啊，旁边有人啊，真的，想打死我！没有办法，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能这样子来开箱啊！希望之后会有更多人陪我们一起开箱啦。下次找一找其他人嘛，不要只是我跟你啊，找一下哦。没有，原本有找，结果还是不行。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靓仔，谢谢他们的。哎呀，今天我们来开箱，又是新品啦，这是快餐的新品。OK， 快餐，来一个鸡排，一个鸡排。OK， 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个。其实你那边有什么我不太清楚，你那边有那个 A Bra 吗？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差不多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你那边有没有 Mary Brown 的 burger？ Mary Brown 有。OK， 我们来试吃 Mary Brown 的 burger 先啦。这个是响应足球活动的 football burger。哇，所以会有一粒球在里面吗？会，它你一开了，它有一粒球飞出来打。哇，black pepper 嘞，那个味道很 black pepper 嘞。耶，咻。对，这个是足球赛足球杯的 burger。 对，就是响应足球杯的 burger 啦。哎，它上面这个有圈圈的。有啊，没有啊，这个是 onion ring 来的。哇，这很像 onion ring 哎，你们看，手动啊，这么小成本，我试试看，很像面粉多一点，比较像面粉，面粉啊。它也不像 onion 哦，是吧？比较像面粉，然后这应该是鸡肉 black pepper 的鸡肉啊。好了，来试吃一下先。哇，有辣哎！哇，我觉得它的哇，你这哇什么？很辣哎，那蛮辣的。我只咬了第一口罢了，来叫一个会吃辣的人来吃一下。老婆，这个辣的你要吃吗？很辣一下哎。哇，真的很辣。小心试试看。啊 ，OK 啊。你看，我讲了，我们不会吃辣，真的。哇，它的肉很厚一下嘞，一寸宽哦，我看。这样子哎，这样厚哎，肉是很厚啦。不过如果是讲味道来讲的话，我觉得鸡肉本身就比较没有什么味道。它是 black pepper 味道，就是放那个 black pepper 比较重一点哦。我喜欢吃那个黑胡椒啊，辣味啊，就我觉得 OK 啦。我比较喜欢吃鸡肉本身的那个味道，不过它的是比较，好像一路来都是比较没什么味道的。他们的都是外层有味道。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不错，就是它的肉的厚度。是蛮够的，它的分量蛮足够的，不会好像有些是薄薄一片这样子。不过这个如果稍微会吃辣的人会觉得好吃啊。是，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胡椒粉有点太多，因为 black pepper 完全盖掉了很多东西，就只吃到 black pepper 的味道，很辣，真的很辣。蛮辣一下。这是 Mary Brown 啊？这是 Mary Brown 对。如果是讲味道好不好吃，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因为真的是要看有没有人喜欢吃辣罢了。像我比较不什么吃辣嘞，我就觉得它的那个辣哦，有点刺激啊。有点太刺激了，而且这个味道也算重口味了咯，对我来讲很重了那个味道。它的重口味是属于偏胡椒味跟辣味那边，就是它咸味还好嘞，它没有到很咸嘞。对，咸味就其实还好，整体上来讲还算 OK 啦。会吃辣的人就比较 OK 咯，我们比较不会吃辣的人就会觉得很辣。
OK， 来，我们下面这位， okay. 你那边有三色薯条吗？我这样看只有两色，我那里来三色、哦。其实我也是觉得两色，他那边是写三色啊，可是我这边是看到包括正常薯条就有三个、啊。不是不是，单单那个薯条，正常薯条没有要开箱，是买给你吃罢了。啊，是呗。这个三色的，我觉得这个是紫薯，这个是应该是番薯，然后这个应该是普通的马铃薯，我觉得是这样啊。哦哦，你快嘞！他的我的这个特别短的嘞，每一个都是特别短的，我这个。对，我也是。啊，你也是啊，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啊。全部特别短的。颜色里面最短那个应该是木薯啊。试试看一下。OK， 我们先试一下短的那个，然后从短吃起。从短吃起。那甜甜酱的哦。嗯，甜甜酱啊、哦。这应该是番薯来的嘞。番薯是什么？番薯是？番薯就叫番薯啊。番薯。地瓜这个才是地瓜，这个番薯就是地瓜，对对对对对。像这个也是番薯啊，一样味道的。不会啦，这个还是这个比较甜呐、啊、，orange 色的。orange 色的会比较甜。orange 色。现在我来吃紫色。紫色的，来我来吃紫色。紫色是芋头的、啊。不是，紫番薯，还是番薯。这个紫色没有什么味道的哦。嗯，比较淡，它的味道比较淡。紫色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啊，地瓜就比较甜，然后那个短短的那个不懂是什么木薯还是什么？对哦，那个短短的不懂是什么来的？它会就比较不是马铃薯甜了哦，马铃薯没有味道的、啊。哎，这三条里面只有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的啊。哦，知道地瓜橙色的是不是？我也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吃、嗯、比较好吃。紫色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太淡，太淡以外还很又干干这样啊，咬多几下就觉得。哎，那我咬一下。是的，因为它很饱足感，它不会好像空空的。你还在正常薯条来讲的话，好吃很多、啊。肯定、啊。这个正常的薯条就比较硬啊，然后没有脆脆这样子啊，然后也没有甜味。啊，这个、又有甜味又有脆脆样哦。哎，其实这个不错嘞，而且很特别这样，因为炸这种哦，它有面皮在外面的，它是薄薄一层，它不是那种厚厚的，它外面有涂一层面皮才炸的。不过很特别，可以买来试试看。不错不错。哇，它真的是有三色的，你看，只是它三色倒不明显，它的图片是很明显的。我们手上拿到的时候已经不明显了。所以它是一个紫色，一个橙色，一个浅黄色。OK 啊，我觉得不错啊，可以买回去尝试看看这些。OK 啦，可以去 try 一下啦。这种东西呢，我还是觉得烧烧吃比较好吃。来到的时候冷哦，就稍微有会扣掉一点分啊，就跟我们那个台客鸡排的东西是一样。那你发现一件事情吗？有看到我放在盘上面吗？该我已经考过一轮了。我讲真的，我为什么刚才会特地这样讲呢？是因为其实还蛮多人会讲过，我们的东西打包啊，去到他们那边啊，那个东西就不好吃啊，冷掉啊，味道还有在，但是皮不脆了啊，这些东西其实。我可以去理解，因为怎样讲都不是现场吃嘛，就没有办法体验到它现场炸好，然后就马上吃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冷了，我们这样吃哦，我还可以接受啊。如果是它热热这样，一定更好吃，应该也是好吃的。哇，老板的心声，这是 MCO 遇到最大的。问题耶，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已经没有太 focus 那个外卖了，比较 focus 现场的观众来，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嘛，不可能等下他们来到又没有吃到，所以哦，忙现场的话就做不到外卖的东西喽，这样子哦。远一点的地方真的是可能食物会比较没有那么可口，对，也是种人、啊。嗯，不是我们不要做外卖，是因为哦，人家已经来到我们店，千里迢迢来的这边，我们就处理现场的东西，然后外卖的东西。怕等一下我们已经弄好给你们，你们又在那边靠北，哇，我们老师来到那边冷了，我不出了啊，妈的，做好给你又在那边靠北，干脆不做。下面一位是今天的主角啦、啊、这个是 chocolate milk 哈、啊、chocolate milk 啊，你的是 beef burger， 我的是 chicken burger， chocolate milk 哦，哇，它的下面这样多炸洋葱的哦，对，你的是炸洋葱啊，我的是 ham 面包这边呢，哦
OK， sorry， 我闻起是有炸洋葱，这个肉干的啦。这个是 bacon， 哇，放巧克力很搞味，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重点，不懂巧克力跟 burger 的搭配是好不好吃的。肉啊、你的是 beef 的、哦、我的是 double， 我的是 double、哦、我的也是 double， 对，哇、哦，这个 combination 呢，真的是很特别，这样看上去有一点在吃盐的同时在吃巧克力这样子的，没有在吃盐的同时吃到甜味。好，先看一下这巧克力是什么巧克力。哇，就是我讲的咯，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吃到咸咸的巧克力一样咯。好咯，来试试看。老婆你要试看吗？来你吃一口看。一大大给吗？你吃看牛肉的先。如何？这样吃又吃不出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在哪里。哦，这样子吃不到巧克力的味道。啊，真的嘞，这样子吃下去巧克力都没有味道了。真的咩？ OK， 我来试看鸡肉的。就是吃不到巧克力的味道了。牛肉的味道比较重，它的那个盐质很重，你看。因为我的鸡肉还好，所以其实我知道蛮明显巧克力味的。我这样吃是不错了，可能下次还用那个巧克力，可以用一下那个我们喜欢吃那个叫。纽贴拉。可能下次用一下纽贴拉看一下，可能会比较明显，那比较有浓郁。因为这个巧克力它的味道比较薄一点哦，它不是那种重的巧克力。如果它重的话，可能我还吃得到那个感觉，就好像掺了水的巧克力比较薄一点。然后再加上你的牛肉重口味一点就吃不到它。嗯，对对对，不过综合起来它就是一个牛肉 burger 吧，吃起来一点巧克力的那个味道都没有了。我现在嘴巴整个都是牛肉，我觉得鸡肉的味道盖不到那巧克力，很重的那巧克力味道。你会觉得很怪吗？会。那就我们来试试看那个鸡排撒一层那个巧克力酱在上面呢。可以可以可以，找一天我去买你的台客鸡排来厨房实验室做一下。我看他再一次多一次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了。没有，其实它不是不好吃的嘛，它只是怪了一点。所以为什么你吃回之前那个 burger 哈、哦，因为那个 burger 很正常，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很好吃。这个真的有点辣，因为我现在才发现哦，它的肉哦是有辣的，根本就是 spicy chicken 的那个辣。炸皮是有点红色红色这样，所以它本身皮就有点辣了。牛肉放巧克力的这个 burger 呢，可以讲是你现在在吃住牛排，那个酱淋下去的是巧克力酱，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又没有很吃到巧克力的，因为你头脑一直在想，哦，是啊，巧克力酱，巧克力酱，把你咬下去，我这个啦是没有吃到什么巧克力酱啦。你觉得你会 recommend 观众吃吗？这个？喜欢吃牛肉我觉得可以，鸡肉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了，真的很特别。嗯，它的配搭有点奇怪，不过可以去尝试买来试试看。这样那种搭配有点像是一边吃正餐一边吃甜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football 跟这个 chocolate milk 我觉得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看你们喜欢辣的就真的是可以 try 这个。那如果是 chocolate milk 的话呢，你想体验吃一下不同的味道的东西的话，是真的可以 try 啊，毕竟它是特别的搭配来的嘛。可是你给我的话，我会把那个酱浓一点，不要太水啊。我觉得它是因为你牛肉的味道很重的关系，因为我鸡肉的味道没有这样重哦，它的巧克力味道蛮重一下。啊、哦，是咩？啊，我怎样不去想它，那巧克力味道还是在那边。这样好了，你们要吃巧克力味道重一点，吃鸡肉。对。最近大家都是 MCO 嘛，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响应这个举牌旗的活动，本身也有去响应这个活动了。目前为止今天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话，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我们 Sutra 的台客鸡排附近那边有一个 Broadway， 那边我们已经弄了一个 food bank 的地方，会把那些食物啊物资啊全部放在那边，就放在桌子上，然后那边有协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话就自己拿一包，因为我们放在那边是没有收的，我们放在那边是24小时的，而且我们也担心是可能等一下人家把整个东西这样收掉嘛，所以我们那边也是有放 CCTV 去监控。不过你们放心，如果你们没有做坏事的话，这 CCTV 是不会有用处的。因为怕是人家驾一辆车来把所有东西烂走，这样自私的行为。所以你们有需要的人呢，你们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自取一包。我发现在路上这样走向走啊，我也没有遇到在路上有看到有人举白旗啊。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是可能有一些人排斜，不好意思，对，真的是要去那边这样拿的东西也是排斜，那个角落是你们自己走过去拿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还有能力一点点，可是他又不是很多能力，这样他可以把一些他觉得可以贡献的东西放过去、啊、任何人有一点能力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也可以了。是啊，我们也是尽量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好啦，所以大家踊跃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啦，就是有能力的就去帮助一下，然后那些可能比较需要被帮助的人也不用不好意思，就过去这个点拿一些你们需要的，拿需要的就好啊，因为要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对。好啦，所以今天就分享这个 Mary Brown 的 Football Burger， 这个 Burger King 的很特别的巧克力 Burger 啦，有牛肉的跟鸡肉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觉得值得去尝试一下啦，虽然很特别它的味道。很短啊。好，所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及点赞，还有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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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in the next 开箱影片，拜拜。